随便拿，我们每次乐园的人都这样一把抓，有需要这么多吗？
们刚刚已经先付了6.5美的过路费了。我们要去加拿大喽。真的好壮观哦！这也只是两段而已，那边还有另外一段。好，我们在这边一直拍照。这感觉像 Las Vegas 的。看完再过来，再到。所以真的超奇花的，很像拉斯维加斯。买冰淇淋，他们还买了百香双响炮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看烟火了，这里都是人啊，这里很多人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回 USA 了。OK， 直接走。我们现在刚过完海关，结果我们没有带着我们的 J1 paper，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，我们以后要出国再入国，要记得带那张纸。我们只带护照。现在已经11:30了。我们来这边逛超市，才开到12点，太不可思议了。Let's go get alcohol. Let's go. 不知道买哪一种，好犹豫哦。第二天的早晨。今天的天气很赞耶，终于，我们今天终于要去看瀑布搭船啦，出发，出发，辣妹，辣妹了，各位系紧安全带。那边就是我们昨天去加拿大过海关的地方，然后我们过去之后，就另一边就是加拿大。这个水超级湍急的，往那边去就是瀑布，超扯，真的好漂亮哦！大家就是我们现在要走去搭船的路上，旁边超漂亮的。Thank you.
帮我们看。我们要去二楼，找到一个位置了。天哪，我们现在就在瀑布的下面，很美丽。Oh my god！ 哇哦！观景台了，天哪，观景台的 view 超好，看到三个瀑布，这里那一个是 Rainbow Bridge， 右边是美国，左边是 Canada。 它这有卖穿雨衣的这个小鸭，超可爱的，离开瀑布了，要去 Costco。 在美国第一次来 Costco，我最期待的是熟食部，这是美国 Costco 的鸡肉卷，我买了虾子跟烤鸡，已经被分尸烤鸡。今天来我们最后一天的饭店，仍然是 Holiday Inn。最后一天早晨，今天回 Boston 咯。3天，真的是3天。我们要把辣妹留在旅馆了。请东西手机带好 ，iPad 带好。回到波士顿了，今天是中秋节，就用烤肉做个结尾吧。比较期待吗？好期待！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！那我早点来，我到你们酒店了，Hearing your voice every morning, I wake to a kiss on my face, so I don't need too much.